看你们去台北的那个拜笔的车队。这型又不同哎，这型不同，这两个没有。因为我也有出完两个，今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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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，要怎么打？没有，他保级的。保级的，保级的，对。哎呦，大哥，厉害了！传球传得很好，保级的。就讲个东西嘛，这就是我要教的东西啊，这么简单，那会很难过吗？很难教吗？这是我教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来，我就打过去，他压力就过去了。你们竟然做不起来，我都不知道。现在他们做北京，那第二个站很深，做空站。防守，不行吗？防守全部在旁边，两个人守没关系。好，在旁边，你看看，防守的手没有了，给他们在旁边，往内守，你看往内守。哇！太猛了！防守成功啊！这个防守非常成功。没办法，就要进去了。好，先进去，这就要传进去就好了。好，放球。慢慢压，有没有慢慢往前压斜的？有没有？前压，看这个往前一排压，
你们等跟人家差很多，应该可以。对啊，所有企业都有。老板，我没资格。看，嘉欣看一下怎么站。我这个算很好的话，他就这样站。脸很长，很深。我走过才过来。你长跑那么远。就站近一点没办法进去了。不能剪，不能剪。搞了一条金波。你知道吗？我让美军在台湾剪。这个门。看人家东西看怎么爽，看吧。两次手三次看怎么爽，看好人家怎么爽。注意看，怎么爽，少进攻。
球好。Nice 啊！真好。我球全部翻到。你接近了，早已经接近了啦。不好意思，站你的位置啊！不要坐这边吗？没有，坐这边。OK， 我录一下，录一下。我就等一下要陪你。哦，我知道。几点？就。到最后那边啊，就是电线，好了，我们当我们，他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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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盖先。今年是他，那你是不是太？